刘东，什么情况？那个时间段确实有一班火车进站，你确定吗？调度表你看了吗？刚刚那位同志刚给我看了，这还能有错？哎，对了，营长，既然茉莉说的没错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找谭大姐，让她把茉莉交给我们，开车。好嘞。大姐，这么写行吗？字写的不错，就这些啊？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些了。那不行，还得写。你现在只是写出了从北平到锦州的经历，可是北平之前呢？写一个详细的。怎么还要写呀？我想一想再写行吗？你为什么不写啊？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写的事情，是需要你写出来。不写清楚能行吗？我睡一会儿，我睡一会儿再写行吗？现在就写。不是，我真的是太累了，这两天您一直在让我写，每天醒了就在这儿写。姐，要不让茉莉先休息吧，你看这一天够她累的了。来啦，茉莉，没事儿，你好好休息。大姐，马龙，小燕在吗？在呀。小燕，出来一下。哎，茉莉在哪儿？在房间啊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？马龙，小燕，什么事儿？有个事我想找你帮忙，帮我找一个叫胡占奎的特务，他很有可能就是恶魔中枭。行行行，没问题。哎姐，你跟我一起去吧，你跟那个王书记说好说话。好，不是，等会儿等会儿。你们俩去，我留在家里看着茉莉。大姐，茉莉还没过你这关呢。回头我再跟你俩细说，你们俩快走吧。哎，对了。火车站的事儿我已经核查过了，有茉莉说的那辆列车。我先走了。好，走。姐，我去了。跟马龙去抓那姓胡的特务去了。找到他了。啊，在哪找到的？大姐，你能带我一块去吗？为什么？我想帮马龙啊。不用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见过那些特务，多我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力量啊！求你了，大姐，让我去吧。我说过了，不用。你放心，马龙他们今天带了很多人，一定会抓到那个特务的。茉莉心中反复思量，她认定马龙他们要找的这个姓胡的特务，很可能就是林武阳。马营长，这是老丁大叔，他和胡占奎打过交道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我三年前在这特务站里工作过，他当时是保密局东北督导室的一个中校，后来调到锦州工作，非常残暴，杀害我们不少的同事。您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我知道他们家在哪儿，要不我带你们去。好，来上车。谢谢啊。抓紧时间写。恐惧让茉莉抗拒着谭杰的邀请，她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，更不敢说爆炸中逃掉的人可能就是林武阳，以为掩饰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经历才能自救。
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这是李大娘。李大娘，这是部队的马营长。哦，向你了解一下胡占奎的情况。你住他隔壁，马营长，你问问他。大娘，您最后一次见到胡占奎是什么时候？三天前吧，晚上我上厕所，看见他们家的大门没关，就听里面呢，他跟他老婆在吵架，吵得挺厉害的。本来我想进去看看，哟，一个花瓶扔过来了，差点砸到我头上。那您有没有听见他们在里边说什么？吵什么？没听到。哦，听他老婆一直在骂他，说他是败家子儿。这个胡占奎呢，平时也不大爱说话，就怕他老婆。那麻烦您再想一想，当时有没有发生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事？他们家后院啊，有一股烟味儿，好像在烧什么东西。后院是吧？对，后院。大娘，麻烦您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那个胡占奎。老嫂子，你仔细看看。是他没错。是马营长，这是你要找的人吗？我马上就会知道，走，找茉莉。走，老嫂子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，让你写几个字就这么难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外面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呢，我可没时间在这陪你耗着，早晚都得写的事儿，我看你还是尽早写，拖着有什么用啊？谭大姐，抓到人了吗？哪儿那么容易就抓到啊？茉莉，麻烦你一个事儿，你帮我认一下，照片里这个人是不是你见过的特务？哎，茉莉，营长就是想让你帮他认个人，你就当帮营长一个忙，行不行？我不愿，赶紧认呀！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们昨天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你要帮我抓那个特务，怎么现在反悔了呢？马营长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知道你救过我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是我不配认，我也不敢认，我有什么资格认呢？什么意思？你问他呀，什么都让我写，到底什么都让我写，我到底写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能肯认清我呀？是。说我说谁是特务，谁就是特务。我说谁不是特务，到最后你们还会觉得我在包庇他吗？我竟然连自己的身份都交代不清楚，我还有什么资格认呢？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你？我就让你写一份材料，你就不写。现在让你认一个特务，你又不认，你这……似乎吗？就差一点，老大。路上遇到了共军的巡逻队，都是我的错，不应该引狼入室，差点害了你的命。他能跑去哪儿呢？不会投降共军了吧？他打死也不会的，我想。那两个安全屋，他可是都知道。老大，这个安全屋是徐主任亲自安排的，只有我知道。还是得找到他，只要他活着一天，对我们就多一分危险。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把他除掉。彪子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指望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可不能出半点差池。你能不能别跟那驴似的转来转去的，有话直说。大姐，
不是我冒犯你啊，你这么做事儿，什么事儿都能被你搅乱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些照片我来的有多么不容易吗？很有可能我们要抓的特务就在这里边，而且他很有可能马上会跳出来跟我们作对。我现在必须要找到这个人。可是现在见过这个人的只有莫莉一个人，只要他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就能很快的查下去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我承认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好，我认错。之前做工作确实有点操之过急了，你放心，我会以工作为主。现在我就去劝劝他，让他别有成见。不管这他心里有多大意见，多少委屈，你放心，我会劝好他的，一定让他配合你去认特务。行了吧，姐。其实你做事的方法呢，我也能理解。但是，为了找到这个凶手，只能委屈你了。为了工作嘛。干嘛去啊？劝他呀。他在这里边呢。被你们气的。啊，行行行行，都是我气的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。大战过后，沈阳渐渐恢复了应有的秩序，战犯被抓走，逃难的人民也渐渐回到了自己的家园，一切都在复苏。走，快点，哪儿去？快点，快走，快走。把所有能跟共军作对的人都给我找出来，越多越好。教导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上级都同意了，你在这拦什么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不是啊，哎，老马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，这是上级部队刚刚调派给我们的新军装，还没等捂热呢，赵政委就来了，非要拉到他们那儿去。我跟你说，马龙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跟你的兵解释解释，这是上级配发给先导部队的，不是我真心要抢你们的衣服。既然咱们把任务都兑换了，那你就得把衣服一块兑换给我，对不对？这个你还真就把这任务跟他们换了？这可全都是崭新的皮大衣，一水的小牛皮靴，你脑子有问题啊？新军说，不是赵大军，你这有点欺人太甚了啊！我们现在已经把先导任务让给你们了，你们还要我们的衣服，你让我怎么跟我的战士交代啊？我说马龙啊，你如果实在舍不得话，那咱把任务换过来成不成？啊，行，那再将我的军是吧？真不是我陈兴将你军，这衣服就是配给先导部队的。那你说我走在最前面，你让我穿的破衣烂衫的，那你坐在下面看，那是不是也不得劲呢？那这么说，这衣服非得拿走是吧？你总不能里子面子都让你拿了吧？啊？行，今天我这赔赔买卖我就做到底了，衣服你们拿走，来都让开，把衣服给他们。战士们，听见了没有？还不动手？是，上。等会儿，别。那谁，你啊，挑两件小号的，你跟茉莉一人一件。哎，那两件没问题，小燕挑。营长，我也找你回来。好，都给我记住了啊！衣服不衣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能够抓到特务，光着屁股都是光荣的。把衣服给他们。
笑什么笑？你过来看。啊，衣服抢完了，我还得恭喜你呢。喜从何来？茉莉的事情搞清楚了，现在可以帮你抓那些特务了。搞清楚什么呀？搞清楚？没搞清楚，你帮着张罗的新军装给他。我跟你说，茉莉能不能过关，得看谭大姐能不能松口。怎么回事？她还在怀疑呢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啊。你说这茉莉其实在我面前表现挺好的，你说我刚刚我还把那个胡占奎的照片给她认来着。哎，认出那些特务了吗？是不是？这照片都烧成这样子了，我认不太出来。没关系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你看看这个人跟你见过的那些特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。满营长，真的，如果这个人在我面前，我一定能认出来。但这照片烧成这样。那行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这几天你就当我的眼睛，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特务抓出来，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跟你一块出去了？就是说这种可能性没排除啊，那这就是成绩啊。什么成绩啊？我现在真的是头疼死了，手上现在有一个用得着的证人，但是现在又用不上。这个谭杰啊，我跟你说，净干那种捕风捉影的事儿。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啊，我回去一定把这事儿给你说成了，让茉莉先配合你完成保卫工作啊。你能说通？交给我吧。那行，谢谢你了啊。谢什么谢？就当我这个补偿给你了啊！我总不能让你鸡都飞了再把蛋打了吧？这不错啊，拿芝麻换西瓜呀！来，把衣服给他们。干嘛？快点啊！是，来。说了半天还是给人家了。给。老大，老大，他们要举行入城仪式，真确吗？千真万确，街上的人都是这么讲，而且报纸上也写了，要把沈阳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迎接解放的盛典。茉莉从来没有想到，自己有一天会穿上解放军的军装。更没有想到自己能穿着这身军装开始新的生活，他渐渐地爱上了这套朴素而又光荣的衣服。慢点，马龙，慢点，人家收拾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收拾差不多了。姐，我们带了好多好东西来。哎呀妈呀，你这俩真是把杂货铺给包圆了吧？这居家过日子啊，吃饭的东西咱得多准备点，是吧？好嘞。是啊，茉莉，你看，上级给我姐新分的院子，不错吧？挺好的，恭喜你啊，谭书记！刚到沈阳就分配到这么好的房子，比在部队的时候强多了。不懂就别瞎说，来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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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姐夫，怎么了？吃香药了？刚转业到地方上，心里有点不顺，别介意啊。别理他，走。谢谢。来，这是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地方真是不错，要不然今天你们就把这个洞房给闹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主意，就算是庆祝你们这对久别重逢的老鸳鸯。哎呦，我说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跟你大姐这么大岁数了还闹洞房，不让笑的大牙。敢！当初你们在根据地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在啊，就算是为我为刘东，你们再来一次。行啊，这事儿得问你大姐。啊，他要能豁出去这张脸，我没意见。行，我大姐肯定没意见。行了啊，就耍贫嘴有能耐，赶紧干活吧啊！差不多了吧，小燕儿，带着茉莉你们可以先回去了，这没什么活了啊。刘东，都回去吧，叫大伙走了，走了，辛苦了，都可以回去了，辛苦啊！回去，姐啊，大军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。你干嘛去啊？我，赵大军，马龙，先回屋。来，滚进来。国军撤退的时候留下一批迫击炮，全由他保管，那就全拿来。老王要价很高，这些都买。
全都拿去。彪子，咱们俩现在分个工，我去找合适的发射地点，你去找老王，让他连人带炮一并跟我汇合。可是老大，共军现在查得紧，带的东西越多越容易出岔子。这是肯定的。彪子，这些也都带上，非常时期重赏之下才会有用处。但是你要记住了，一定要在入城仪式开始之前把迫击炮运送到我指定的地点。老大你放心，你就在家静候佳音，外面的事由我来做。我花的大钱买的大热闹，你总不能剥夺我享受的权利吧。入城式的准备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那儿都没问题，就等着入城了。这小子压力大，你和他忙的啊，都上火了。哼，你上什么火呀？啊，有什么可着急的呀？对城内那些散兵游勇，你们清剿的不是很顺利吗？我听说军管会领导还表扬你们，说你们剿匪工作成绩显著，说城内的治安秩序大见起色。那是，这还急什么呀？那有什么用？现在不管是那个南城四虎，还是那些特务，连个影都找不着。马龙啊，你真的相信那南城四虎是被那些特务救走的？他们真的在沈阳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调茉莉去呀？我就纳闷了，你为什么只相信茉莉呢？啊，你手上有南城四虎的照片，你可以撒出去呀，多用点人，让他们顺着线索不就找着了吗？现在不是时间太紧吗？我怕来不及。那多茉莉一个人不也白搭吗？那不人多力量大吗？可是人多，如果心不齐的话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麻烦呢。大姐，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到底怀疑茉莉什么？反正现在也没有旁人，要不然你给我们交个实底儿。马龙啊，你记得吧？当时他说，我只有看到特务本人才能认出来，这句话多奇怪呀。啊，咱们分析一下，他只有见到那些特务本人才能认出来，那就证明之前他曾多次见过那些特务啊，对吧？谭杰同志，他和苗青被那些特务关在一起，当然见过呀。可是见了又认识，为什么看到照片认不出人来？不是，那你们也看见了，那照片不清楚，很难辨认，所以我才希望他能够现场协查。马龙啊，有老丁，还有李大娘，他们俩你还不够啊？他们都认识胡占魁。这种事儿怎么会嫌人多呢？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啊！你看看，他非相信茉莉不可。马龙，你呢？对苗青的感情，我们大伙儿都了解。你现在就是想抓到那些特务。可是作为你的老大姐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难道你真的相信茉莉所说的一切呀？我倒是希望我能够相信她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的命是苗青换来的。梦到什么了？怎么吓成这样啊？
梦话说的声特别大，到底怎么了？梦着什么了？我说梦话了。说了。不可能，我真的说了吗？你真的说了，我真听见了。你好像一直在喊一个人的名字。谁啊？我喊谁的名字？吴阳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喊他的名字。我怎么可能喊他的名字呢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你的手，吓得冰凉。这吴阳到底是谁呀？你怎么梦到他把你吓成这样呢？是干什么的？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怪不得呢。给你吓坏了吧？不哭不哭啊！来来来，大姐给你擦擦啊。以前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他呀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大姐，我们能不提他吗？他不是你未婚夫吗？他死了。死了？啊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死的？他是在特务的魔爪下死的。大姐，我也替他。我心里面就难受，我们能不提他吗？感谢大家的积极配合，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维护街面上的治安。别忘了，顽固的反动派并不希望看到我们在这欢庆胜利，他们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和捣乱，所以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分子。同志，放心吧，咱们都憋着一股劲呢，谁要是敢捣乱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记住咱们的分工，开始行动。是。把我给骗了，他根本就没有迫击炮，只有两包炸药。到底有没有这个老王？是不是你一直在骗我？我没骗你，老大，真的有这个老王，我被他给骗了。就算没了迫击炮，我也要跟共军同归于尽。茉莉，你就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发现任何可疑的目标，马上告诉我，好吗？老大，你不能去，你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。
你以为我怕死吗？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你说什么都没有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老大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啊！求你了，老大，求你了。撒手，老大，撒手。没有这个胆量，就别跟着我。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，我不让你看着茉莉吗？姐，你还不放心啊？我当然不放心了。记住姐跟你说的话，要时刻观察她，注意她的一举一动，尤其是和什么人说话、接触，知道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去了，赶紧去。好了，咱们到那边去。毛主席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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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受感染，他也情不自禁跟着欢呼起来。但是在那一瞬间，他似乎看到了林谷人的身影。难道他是来破坏这欢庆仪式的吗？不好了，茉莉不见了，我怀疑她逃跑了。刚刚跟我在一块儿呢。不是，刚才咱们不是还在一块儿吗？我就被杨梅叫走了一会儿，回来就找不着她了。你还让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的，派人去抓她，她肯定有问题。行了，大姐，你多想了。茉莉刚刚跟我在一块儿呢，我让她在那儿等着我的呢。你还护着她是吗？她，老马，那边发现两个没爆炸的炸药包，带我去看看，快。不能跟着去，找茉莉。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有没有可疑的目标？刚才有两个男人在这里。往哪去了？那边。你留下来清理现场，其他人跟我追。是。Thank you.
他确认过，可能是茉莉。是吗？当时他什么样子？和什么人在一起？他当时就一个人，然后好像念到什么人的名字，看着挺着急的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好像是说什么羊。吴阳，对对对，就这俩字儿，好像就这俩字儿。什么吴阳？姐，你怎么知道？回头再跟你解释，赶紧找。谢谢啊。哎，别客气。迷茫中，莫莉也不知不觉走到了他和林武阳过去时常约会的教堂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做什么。这些天为了寻找林武阳，他吃尽了苦头，历尽了艰险，受尽了种种苦难，可是到头来为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找到林武阳再续前缘，还是为了证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，亦或者只是为了在迷茫中找到前进的方向？谁都不知道，也许只有见到了林武阳，这一切才会有了答案。马龙，找到茉莉了吗？没有。坏了，他肯定跟那两个坏蛋在一起。姐，茉莉怎么可能是坏蛋呢？我跟你说，坏蛋肯定是南城四虎他们。他们要是一伙的呢？行了，姐，别管茉莉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安炸弹的人。不行，茉莉必须找到。咱们分头行动，快！跟我走，快！你醒了，老大。茉莉呢？谁？茉莉？哪有茉莉啊？这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出幻觉了吧，老大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明明听到他的声音。老大，你这都是幻觉，这就我们俩，没有茉莉。茉莉已经死了，老大。我明明听到他的声音了，那么真切，那么熟悉。一定就是他，老大，你那是幻觉，你别闹了。茉莉她在锦州就已经死了，而且是你给炸死的，你忘了吗？你说什么？茉莉不是我杀的，是共产党，是共产党。老大，我知道，茉莉不是那啥。老大，你需要休息，现在。爸爸，你快到了。不知何时，茉莉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忽然，她想起了自己以前曾经在这里和林武阳碰面，因为林武阳怕人跟踪，曾经在教堂给她留过字条。也许，只是也许，现在也可以用这个方式联系到林武阳，如果他真的还活着。这一线希望使得茉莉又再次鼓起了勇气，她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林武阳的踪迹。来这边，慢慢走。带着毛利走。
啊！哎，那个咱们那个实木家具啊，都非常珍贵，一定要小心啊，慢放，知道吗？是。茉莉来到两人曾经的住所，决心再次仔细寻找，看看有没有林武阳留下的信息和线索。小王，快来这边，慢放，慢放，大把手。